麻醉风暴，他在金钟奖横扫四大奖。今年他再度推出了第二季，没错。而且他那个只是放预告而已哦，不是正式的内容，只是预告而已。上线四天就超过3700次分享，要超过550,000人观看，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绩。我自己在看那个预告的时候，哇，整个就鸡皮疙瘩，就说哇，好开心哦。本身现在也是电影人了，也不要这样子说，就是一个戏剧的工作者了。放嘴，这么谦虚，应该谦虚是我的座右铭。OK， 很棒。这部戏你应该是也是有在发，我非常非常期待，因为它到了约旦。然后我刚刚据我刚刚跟这个小艺你聊一下天了，小艺，你们很熟，我以没有啦。对，然后他就说也是花了5个多月的时间去拍摄这部戏。那从预告上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精致的一部有质感的戏剧。是的，马上欢迎主要演员。今天的来宾李国毅要带来歌曲是《唯一》，有请。肩头，或许是我的错，没有机会拥你在怀中，只能静静守候我的笑容，为你独有，只有你能让我动容，你的美丽为我绽放。I wanna be there who holding your pain， 不管有多少几率。 I wanna be there who holding your heart， 做你的专属唯一。应该都会吧，最后一趴咯。 I wanna be there holding your hand， 不管有多少几率。 I wanna be there always beside， 对你的爱永不息。 I wanna be there holding your hand，不管有多少距离。 I wanna be there holding your hand， 做你的专属唯一。欢迎李国毅。 Hello， 这次因为大家都非常非常的期待你在这部戏里面表现，那因为是第二季，那时候接到这部戏的时候心情是怎么样？我必须要说，我本身就是第一季的 fans， 对，就有 follower 在看。对，那个时候第一季还没有在可能有线或无线电视播出，只在网络平台的时候，我记得我当时在拍某一部戏，然后我在网络上追了，我看完之后就四处推荐给所有身边的朋友们看，我就觉得哇，我在第一季虽然我没有参与那个团队，但我看到了第一季那整个团队在台湾现在的你刚刚说的拍戏的环境之下，大家不服输，而且想要做出一些作品可以代表台湾。嗯，对。那之后第二季有机会参与，压力非常的大。真的一定，而且医生很难演，你要背好多好多那个专有的医学。我跟你讲，这我懂。你懂？因为我以前我在学校的时候没有，就我们都是体院，你知道我们就会有那个运动医学啊，运肌肉啊。你有去上课？有，我那时候还要背什么 Menacasso 蹦什么蹦，然后来我后来就觉得
就背成 Takira Bone 好了，因为我们都要背一些肌肉，就是比如说会公肌啊，什么耻骨、桡骨、三角肌啊，都是因为他这个当医生演这个戏难，就难他有一个规范，你不能讲错，你讲错就是完全就是觉得，而且它也不同于一般的类型，像一般的偶像剧，很多时候你是可以自由发挥。是，那你演医生这种职人剧的时候，你如果你不知道下一个指令的话，你就会在原地傻住不动，因为你多做就多错。对对对，懂的人一看就知道，哇，你功课做的不够多，所以是必须在不管是戏内跟戏外，随时都要一直充实自己所有的医疗知识。压力超大。你那时候有就是跟你去看当类似就像一个实习医生这样子吗？哇，我觉得很幸运，这应该是一般人这辈子都没有办法。你去进了产房吗？接生没有，不是这个部分，没有，不是妇产科，不是妇产科，还在急诊室，是外科，我就戴着口罩，然后假装自己是大五大六医学院的实习生，然后就到各个手术房里面，对，看着人麻醉被推进来，然后就在旁边看，然后就在我面前被切开，哇塞，头切开，身体切开，脚切开，对，而且要很有心脏要很强，你才有办法。我原本以为我自己会很害怕，但是。从做了决定要演这部戏之后，好像就忘了，嗯，忘了写这件事。而且今天我们有准备了一段幕后花絮，非常精彩哦，一起来看一下。目前伤患人数还不明，现场抗联的外科医师正在帮患者做急救。有人员受困，开挂进去多久会到？大概15分钟吧。15分钟，来不及。好，你要做什么？我要做 bleeding amputation。现场只有我们两个医师。如果你同意的话，我们现在就可以来做。看命关天了，你还在计较？等你生主人再说吧。你不觉得当医生是一件很孤单、很孤单的事情吗？他叫熊森，白天是一名外科医生，晚上另外一个身份，粉丝破坏的饶舌歌手。有什么情况？而且他的身份很特殊，他爸也是医疗体系下的受害者，因为被当成人球意外过世了。三分钟了没？三分钟了没？三分钟了。站着不要干嘛？慢一点。先生。已经超过30分钟，就像是一个人在对抗一整个世界一样。你开口闭口就是你扛，真的要给你扛，你扛得起吗？你给我等着，我就要成为比克江医生。哇塞，太精彩了！辛苦了，辛苦了。那你里面的个性是一个医生，然后在晚上又是一个饶舌歌手，歌手好冲突哦，好忙哦，很忙。对，饶舌一首歌都700-800个字以上，然后6-7首歌，然后都很慢才给我，很慢才给我，到最后一个礼拜才突然给我3首。对啊，而且麻醉风暴搭档现在有嘻哈的热潮，对对对，很一定非常精彩。是啊，那因为今天是粉 meeting， 我们要先来。回答粉丝的问题，先进行粉爱问。李国毅，我想问。李国毅，我想问。李国毅，我想问。李国毅，我们想要问。成长的路自己摸索，爱情说是问。李国毅，我想问，出道11年，你应该认识很多演艺圈的朋友，那你每一位都很了解吗？11年时间也拍过，就是很多的戏剧。不少了，你要不要说说几位好朋友是圈内好友？其实我仔细想一下这个问题，我圈内好友真的不多哎。通常大家都是这样，除了他以外，我就大家都是好朋友，都是好朋友。所以我唯一的好朋友，我现在可以想到就是一直过来缠着我的人。谁？李佳颖。哦，李佳颖去内地工作，把车钥匙都交给他。这么好啊？他就没朋友啊，我就保持着一个做公益的态度。也是一个可爱的女生啊，我愿意当她朋友啊。好，对，下次再帮你介绍一下。对啊，你也认识嘛，对不对？有。嗯，我跟他认识也大概11年了。天哪！刚入行的时候，我跟他在同一间公司，然后后来才发现她是我高中学姐。但她大我。三，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先表，他跟我差不多大，对对对，同期的啦。对，所以后来出来就会互相照顾这样。那他认识你比较久，还是我第一次见到你比较久？你们也是交往很久，好像是。是不是我？对，好像是你。因为他还没出道的时候，我就见过他了。真的假的？对。你以前在走跳的时候，没有，不是走跳。你很会隐藏哎。就刚好有那个缘分，我们就一起去打保龄球。对，我们一起去打保龄球。哦。你说是不是很奇妙？对。对啊，如果我们两个心电感应，你有把握吗？
因为他们想要给我们难题啊。对，因为其实我们私底下好像也没有很熟。但我觉得可以。可以吗？可以哦，我觉得反正就已经这么长的友谊的时间了。好，我们让进行心电感应。好的，等一下我要问两位十道问题，如果你们答对超过15题以上，就不用被电。答对的定义就是我们两个要讲出一样的答案。没错，我会数一二三，好，好不好？准备，第一题，李国毅最害怕蜘蛛、小猪、奶油猪，一二三，蜘蛛。好，答对。第二题，凯乐的星座是，一二三，处女座。哎呦，第三题，李国毅在《麻醉风暴二》饰演的医生还有哪个身份？一二三，饶舌歌手。哇，你们字都一样哎。好，第四题，李国毅是什么类型的男神？一二三，善变男神。你是善变男神，你又不是？谁取的善变男神？哪时候？为什么？哪时候啊？杂志给你取的。上个月才去，你很善变哦。上个月才去，你很善变哦。他说在什么方便？因为他在演戏的时候就演什么角色就像什么角色，都演得很好，所以是善变男神，对吧？我对吧？哎呦 ，OK， 你有在做资料，这个答错，恐怖啊！好的，两人最近一次见面的地点在一二三，餐厅。不行不行，他带我去吃那个几天前而已，螃蟹火锅。我喝了6碗汤，太好喝了，怎么好喝了？一直喝。哪一家？哪一家？啊，新义区。他在新义区，他带大家一起去。好，哎、欸，你们真的很有默契耶，比我跟你还有默契100倍。好，凯乐哪里最漂亮？一二三，内心。什么、啊？台长，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是穿内衣就会很漂亮、啊。那现在这样子，我们看不到这漂亮的部分，那怎么办？怎么办？你在现场吗？没有没有，我只是想要就是内心啦。我说内心。那如果你看喽、哦，你代言马德马朵，然后你去到哎，凯乐你胸部好漂亮哦。我就说谢谢、啊。称赞。可以这样子的。可以这样吗？可以对女生说这种话吗？哎，我现在就叫哎，凯乐，帅啊，漂亮吗？你好。帅啊。那。胸部很帅，他说：“哎，胸部很帅哦，是不是？可以吗？可以吧 ？OK， 还有直接答错，还有，哎呦，很多，两，我看你们两人一起洗澡，对不起，两人一起漂流到荒岛，第一个念头是一二三，找吃的。”太夸张了，这个11年的缘分。你何不大家一起手牵手走出去？去哪里？吃的，找吃的，一起去找吃的。怎么会这样啦？太夸张了啦！那荒岛你会想到什么？3、2、1，我会裸奔啊！为什么在荒岛裸奔？你，但是荒岛没有人看见，你可以做一件很开心的事情。第一件事，对啊，活下去。你在荒岛，你第一件事就是裸奔。我会找水源啦，我会找水源。哦，你是找水喝的。对，我觉得吃的比较重要。好，李国毅、简凯乐谁比较爱漂亮？一二三，李国毅。好，我还好。你在互相也还好。好，所以答错了，我们答错了。还有题目吗？有最后一题，麻醉风暴的台语，一二三，麻醉风暴。OK， 恭喜5题过关。马上进行下一题。接住自己的城堡，别念着我。李国毅，我想问，请问你在《麻醉风暴二》当中饰演医生，还特地到医院实习，那请问这过程中有没有什么事情让你印象最深刻的呢？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我记得有一次我在急诊室里面，有一次就有一个感觉已经生命垂危的老先生了，
然后护士都尝试着要帮他就是急救急救啊，或是注射点滴之类，但找不到他的血管，全身都找不到，可能因为年纪太大了，年纪太大了，所以那个静脉对，然后原本想说要帮他用一个叫做中央静脉导管的，是从这边直接进去接心脏。很危急，然后我们都在旁边看，然后最后就有一个像护理长之类的的护理师进来说我来，然后就帮他用一用，然后就找到一个地方啪下去，接到了，抽到血了，接到了。但最让我震惊的可以打点滴进去，最让我震惊的是原来在那个当下所有的恐惧感都不是来自于医生要怎么演员要怎么表演，那个恐惧感是在于躺在上面的那一个人，他那个对生命最后的挣扎，对那个要不要放弃，所以这也是麻醉风暴二最主要在讲的，标题虽然叫 Never Give Up， 字面上的意思是不要放弃，对，但主要要探讨是什么时候不要放弃，什么时候该放弃。OK， 在生命当中，有时候多活下来或者少活下来，是不是有真正它的意义呢？对，这是一个问号。对，我印象很深刻。你把我们节目带到非常有层次、深度的地方，但是我们接下来要接完念念的游戏，真的非常抱歉。因为我们就是痛掉就是这样，对，还是要有一点娱乐性，没错。所以我们想要请问，既然他有去医院真正实习过，所以他应该很了解人体，我们要构造。对，李国威用粘土把人体的一些体内的器官捏，然后在三分钟内摆在正确的位置。对，而且我们这次请到了纳豆。对，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身体的构造。好，准备哦，计时三分钟，开始。开始，我们先来搞搞心脏好了。心脏，做的很认真哎。是，很认真哦。你还知道哪些？我知道肠胃有一点像鱼一样，大肠、小肠，一条一条这样子。而且这个大肠就是里面的血有塞哇，就用这个。这个颜色，对，这个颜色，它是咖喱。这个，做这样就好了。还有什么？肺，我真的不。肾，两个肾。肺液是这样长，这样像两道两扇门。对，然后是这样包在上面。肺。好，心。好。你在做什么啦？好。直肠啊。时常就接幽门，在体外啊。幽门你也都知道，知道啊，我知道幽门。幽门好，一二三四，阴肝脾内肾六。胃，对，中间有胃，胃，中间有胃，对。那是什么？盔甲。盔甲。保护自己。对。他是一个橄榄球员，然后他在这个场上冲撞受伤了，所以他送进来的时候是这样子。OK 吗？合理吧？合理。我觉得好像蛮完整的。对啊。还有什么缺什么器官吗？肺、心。还有多少时间啊？最后三十秒。最后三十秒。肠。还有脾。脾的一边嘛。还有胰脏。胰脏在哪？胰脏不知道。问姐。胰脏在哪？问阿姨。问阿姨。一丢啊！一丢了啦。一丢啊！中啥了？九号中啥？爱的模样啊！所以一定会中奖。先到。好，先到。来，我们来看一下李国毅对人体的有盔甲，稳定了。好像可以耶。可以吗？肺有没有？肺差不多。心有。肝有。胃。你的肾好低哦。我肾太低了。人家肾在肝旁边。肾应该在这里哦。所以它在胃的两边，对，可是肾通常是在后面，对，后面，对。然后胃有，大肠、小肠有，这算答对吧？答对很多吧？我后面有做那个肾，对啊，应该算吧。而且直肠竟然就是有点就七赛。好，我们来看下一题。接触自己的城堡，别念着我。李国毅，我想问。在体院出生的你，最哪一个运动最擅长呢？什么运动最擅长？
中最擅长？哦，我从小是学田径的。哦，跳高是不是？对，所以最近看世大运非常非常热血，非常热血，真的是标枪，标枪破亚运纪录，真的好厉害、哦，91公尺，亚洲人从来没有人丢超过90以上，对啊，太厉害了，太棒！我从小学跳高、跳远，然后后来，所以你算是爆发力很强的人。嗯，对，应该是弹性很好，弹性好。但是我们今天我们要挑一个他没有说出来他擅长的，这样我们两个比较可能会赢。好，我们比篮球，运球把三角锥拿回去，然后你跟粉丝一对，我们刚好他是粉丝，我想说一直没有接到，我想说是你带妹妹来录影。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粉丝你好。他跟李国毅一对 PK， 我们看谁先把三角锥拿光，拿最多就获胜。好的。好吗？本身篮球强吗？还好，太好了啊 ！OK， 输了会怎么样？要喝苦茶，百分百苦茶，超级苦。嗯，加油、哦！ Okay, 好，准备哦。啊，计时开始。运球 ，OK， 干扰对方哈、哦。自己都解开了，运球好烂哦。get 我不要喝苦茶，我不要苦茶。快！别来了！你有看过樱木花道吗？樱木花道怎样？哇！一二三四五，你们五个？我们五个。我们几个？一二三四五，四个啦。算哪里啊？好烂哦，竟改了！不是因为我没有在打篮球，平常。你要喝苦茶？喝苦茶喽。好大杯哦。我也想喝。真的假的？对，我帮你喝。哇，你人那么好啊！我帮你喝，真的很苦哦。没关系。哇，祝你这个麻醉风暴收视率长虹。谢谢谢谢谢谢。收视长虹，好面。哇哦！哎呦，好久没喝，好苦哦。好苦的。哎哦。很认真的苦啊。标银帮你国一喝。哇。啊，可以啊。我的心肝脾肺肾都好了。好 ，OK， 谢谢粉丝，谢谢粉丝。下一题。接住自己的转跑，别黏着我。李国毅，我想问，请问身为实力派演员的你，是不是都要天马行空的想象和融入各种剧情呢？可以吧？但我觉得是认真生活。对，所有的表演。都来自于生活，没错。对，所以我们就从生活当中准备了一个取得样物品，对，针孔。生活中，我们要来玩联想力比赛。等一下，我们每个人要说出你觉得他像什么，然后如果讲不出来，就要接受电笔的惩罚。好。这真的很难，这个好逼人哦。对啊。那我们讲到什么步啊？谁看谁先的是？剪刀石头布。我先。好。剪刀石头布。我第二，你第二，好，一二三，联想游戏，你觉得它是什么？太空梭，哦，太空梭，哦 ，OK， 过。联想游戏，喂小孩吃药的那个，喂小孩，打气的那个，打气筒，打气充气筒，啊，被你讲走了。联想游戏，金鱼，金鱼凶狠，金鱼啊，青鱼，有头有尾巴。那它的鳍在哪里？左右两边也跟它鳍了吗？这是鳍。这么说有那么一点点像，好像可以。好，联想游戏。哎呦，头发好直哦，我把它弄卷好了。哇塞！电扇卷，电扇卷。OK， 联想游戏，倒米的。好烂，好烂哦。好啦，联想游戏，钻地机。钻地机不错。钻地机不错，钻地机，最近耳屎好多，把耳屎吸出来。屁啦，哪有这找到吸耳屎？我听过掏耳朵，我没有听过吸耳屎的。真的有吸耳屎的机器？我看过那个吸粉刺的。啊，吸粉刺，吸。捡到了，捡到了。金正恩发射的飞弹。可以，而且会分离哦，砰！哦哦哦，对 ，OK。联想游戏，联想游戏，超大罐的眼药水。超大罐，那填到什么
时候，可以用很久，用很久。联想游戏。那联想联二联二联二擀面棍，擀面棍，擀面棍，擀面棍可以吗？可以吧？可以吗？耶！哇！好了，我认输。不然这样降下去怎么办？对啊，太好了，来，我们威廉正认输，要接受电笔惩罚哦。真的啊，威廉认输。啊！哎，你刚刚在那个吸粉刺的时候，好了，那一只脚。哎，突然这个跟这个长得其实蛮像的，这其实没电笔。对，就是电笔。对，来了好 ，OK， 庆祝这个麻醉风暴，大家都喜欢入围。所有的金钟奖，一二三，加油！哦哦哦！干呀！干呀！我不是的。哎，他现在他这个电量调的，就是有点，就是会让你上瘾。就是你不会讨厌他，但是就要一直想按。想一样。好变态哦！你国一想按吗？我想。真的假的？我真的想按。不。还有吗？这个电量不会影响你，你要不要按看看？好，我按看看。不影响，不影响。几年前有按过一次。就是有麻麻的这样。不不。好满差。这个电量就来自生活。这个电量比几年前加强蛮多的。我记得我几年前还这样一直压住，一直压住，等这样子。真的，今天很强，是不是？今天有有感啊，属于有感。对。好险没输。好，还有最后一题，请问。都说接触自己的城堡，别黏着我。李国义，我想问，请问你合作过的女星当中，谁最让你跌破眼镜？这个怎么回答、啊？跌破眼镜的定义是，比如说反差，反差对，是蛮多人的，你知道，会成为演员，基本上有一半应该都疯疯的。那第一名？第一名，李佳颖。但你们是合作过的，合作过的，对，大概哇，八九年前的。什么事情？很烦，很烦，真的，为什么很烦？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一起去上海工作吧，然后在机场的时候，在上海的机场，他就突然我们在等行李，他就突然跟我说，我好怕我的行李等一下被那个检查到，我说你怎么了？带什么东西这样？话才讲完，我就跟他看着那个行李，他的行李出来了，然后那个米格鲁就跑过去，然后闻，然后海关就把他拿下来了，他拿到旁边。我就是目睹了这一切，这样。装什么？我们在赶时间啊，小姐，你怎么这么天啊，这样，它里面装了很多台湾的腌制物，他想要带去那边，分享要分享给大家。最后，这就是他厉害的，他就开始，就过去，不好意思，我就是这是我的行李什么这类，然后那个海关看起来水汪汪的眼睛，原本很凶，然后看他这样就，好了。哇，厉害！演员厉害。我很佩服他，真的。他诸如此类这种拖油瓶的事情蛮多的。嗯，对。OK。非常发自内心的答案，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粉丝玩游戏了，先进行粉性欲。好的，今天我们要跟李国义玩嘴巴手指不一样，欢迎第一位粉丝。会玩吗？不太会。不太会哦。很简单。嘴巴手指不一样。二。如果我讲出来的跟我比的不一样，就算过关。如果我说三，我还比三，那就输了。了解。OK 好。OK 好。好。那我们剪刀手布。好，剪刀石头布布。我赢了，我先。好，李国义先。那我们面对镜头，二号机，准备，嘴巴手指不一样。四。很好。好，换你。换我。嘴巴手指不一样。三。好，嘴巴手指不一样。二。很好。嘴巴手指不一样，很好。好，嘴巴手指不一样，五。加快，加快。嘴巴手指不一样，三。嘴巴手指不一样，二。嘴巴手指不一样，五。好。来了，虽然你输了，但是这次跟你有没有获得福利无关。没错。这是代表就是你的反应有问题，要去看医生。所以我们来看看你的福利是什么呢？偶像帮你量血压，很适合，很适合，因为刚刚他那个头脑，对，可能要看一下，因为
医生，医生，我头脑有脑压有点问题。然后医生就会熊就说，哦，没事，来，我帮你量一下血压。好，嗯，就这么简单。准备，准备。我现在帮你量血压 ，Action。偶像帮你量血压 ，Action！ 医生，救救他！他怎么了？他脑子有问题。我来看看，快救他！怎么了？来来来来，医生，我们真的有血压计。先来检查一下。医生，他的脑压好像过高。脑压过高，你是他的谁啊？请问你是他的？我是他的陌生人。你干嘛陪他来啊？我看他很辛苦。Oh, OK OK， 手太细了，对， wow. 他手太细，因为通常会听到叮一声。对啊，对啊。哎呦，他走起来了，医生，他的血压超过140，终于来了。有没有人说过你高血？他手太细了，所以他没办法用，粘不到，粘不到。OK， 你 OK 了，谢谢。握个手，握个手。谢谢，谢谢水粉丝，谢谢。下一题，下一位粉丝，这么细，请出列。对，请问你是院长吗？哦，不是，我是王诺。你是汪诺？对，我是汪诺。汪诺平常的服装风格就是这么正式。对，上班。对，我先解释一下。嗯。他会叫王诺，王诺是我上一部戏的名字。那为什么他？他每一次出现都穿我戏里面的整套一模一样。哇塞，好用心哦！这是第几集？这是第八集电竞的场景的。哇，鼓掌，很厉害。那你对于私底下会有一个人在时时刻刻在扮演着你的感觉？原本我是很生气了，但因为他是护理师，他本身职业是护理师，是很辛苦，辛苦，所以我就包容了这一切。兰迪格尔 ，OK， 好，那你不要跟他玩嘴巴手指不一样，了解？可以，可以，可以，加油，好，准备，来，我帮你拿麦克风。那我们一样，李国毅先。好，嘴巴手指不一样。四。福利是什么？熊熊来救你，什么剧情？好，熊熊，你就是有点，我跟你车祸互撞到 ，OK OK， 然后我撞到你，然后你就有点好像有点失血过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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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好，然后你们刚刚是一对夫妻，然后再经过看到，就这样子，来救他，经过看到，好，没问题，偶像熊熊来救你 ，Action！ 啊！摔中间一点，摔中间一点。专业，专业，专业。OK， 好。小帅，你怎么骑车？你有没有事？我没事，小帅，你一直在流血。怎么流血？怎么办？有没有人？有没有熊熊的人？熊熊，你来救他。啊，有没有人？感觉熊熊就到。大声一点，快叫熊熊来救你。熊熊，来救我。你是说写真集那个熊熊吗？好恶心，你不要看，你先不要看，你先不要看。有没有人？谁是熊熊？我，不好意思，我是医生，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吗？我一直在流血啊！哪里在流血？这里全身上下，全身上下。哇塞，哇塞，你是医生？对对对，是要。挺的，哇！我全身上下，全身上下，十块。先暂时收你10元的医疗费哈。好，来我来看看。你看有没有内出血啦？对对对对对。对，因为还好吗？哎，你千万不要让他离开哦。啊，他看起来蛮愉悦的。对。他好像在笑哎。在笑。啊，是不是没事啊？没有，没事啊。是不是假车祸真撞财啊？对，原来是。我们现在远小心一点，是吧？真的真的。不要救他，先不要，先不要，先报警。小姐，你可以先帮我报警吗？小心这里。你来第一次看到这么浮夸的粉丝，表演得非常好，很对耶，很谢谢，棒！表现非常好，我们握个手。OK， 谢谢，谢谢粉丝，好，下一位粉丝，哎呦你好，
刚有一个范本，你可以照那个范本继续。OK， 嘴巴手指不一样。他表现得非常好。对啊。好，来，一样，李国义先。好。嘴巴手指不一样。二。嘴巴手指不一样。五。可是他刚刚这两只粘在一起哦，那所以他们一样啊，对啊，是啊，哦，了解。好，让我们看看你的获得的福利是什么。我今天就赢了，是不是？看一下福利。你今天赢了。偶像帮你贴 OK 绷，好，还是他跟那个刚刚那个护理师相撞？对，护理师要再出来撞一下，哎，好像还不错，这个巨马蛮大的，对啊，还有灵眼，然后灵眼来，我们弄，你们等他相撞的时候，你就他就失血了，然后你就大喊有没有 OK 绷？对，我是护理师，好 ，OK 了解了哈 ，OK 准备，然后你们的表演在这里啊，帮你贴 OK 绷，你要从那个方向，你从我这边。来哦，小心他有点疯。三二 ，Action！ 慢，你骑慢一点，你骑慢一点。头晕！你要失血？你走开！没关系，那不重要。没关系，继续。不重要，你哪里受伤了？哪里？你确定要贴脸？这里，我看一下。哎呀，怎么这么不小心呢？这年头啊，疯子一大堆，真是的。哇塞，这个光贴下去，药到病除啊！最强的这个止血凝剂。好了，谢谢周老师，握个手。谢谢，脚小心啊！好 ，OK， 没事吧？注意那样子的人。好，谢谢。好的，今天带来的礼物是什么呢？我们来做一个惊喜的感觉。好的，你要把我们揭开吗？我们揭开一下。感觉很澎湃，很澎湃的，香囊。哦，这是什么？这是我代言的法品，然后这应该已经是全系列了吧？有各种这是我自己设计的洗发精，然后还有化妆包，重点是这边有一个，这是浴巾。我自己厂商也有给我几个，但我放在家里，至今不知道该怎么使用，因为有你的脸在上面，有点害羞。哎呦。就是有一个，还有签名，对不对？哎呦，这个已经很响亮了。来抽出幸运的粉丝，好，请抽。我相信今天来的人，他们应该自己也蛮多罐的。真的哈，已经很多罐了。对，12号。十二号，恭喜！真的粉丝，那我们去帮他递一下好了。拿过去给他好了，太好了。恭喜你，12号。这个我等一下送给你。然后这个虽然现在蛮热的，但象征性帮你披。很快就冬天了，希望这个可以。但摄影棚其实很冷，带给你温暖。谢谢。哇。谢。还有这个送你。可以洗一年。洗不完了。开心吗？谢谢。送完礼物之后，接下来我们要听好听的歌曲，欢迎李国一带来的《In a God》。In a good, good, in a good way. In a good way. 拜 ，Come on。我往前走呀，热血与冲动，年少军情挥霍，频回首呀，感到曾经拥有这些经过。借助自己的翅膀，别念着我，
时钟的路自己一句摸索，爱情说是万福的字典里暧昧穿梭，别放手、哦哦、梦想说迷惘未知的一路路的奔走，七夕都看见阳光就有收获，你说牵扯的旅行别蹉跎，珍惜着自由，多少个没趣没了躁动没的细心人生，不是只有繁殖下去根本无聊的意义，也期待打开世界的努力绝对来得及，你站在原地不动，你爱的女生是不会感动，全部满足现况的人才配拥有梦想，是经过挣扎痛苦烦恼之后才优雅，越自信越要谦虚，用去证明合理，妈妈说的话要听清，你为了爱你的人珍惜自己，横空说建筑自己的城堡别念着我，成长的路自己去摸索，爱情说是万福的字典里暧昧穿梭，别放手，梦想说迷惘未知的一路路的码头，青春的旅行别蹉跎，珍惜着自由。播出时间是对麻醉风暴二呢即将要在八大综合台，现在八大综合台9月10号的晚上8点，那八大戏剧台呢是也是9月10号，我是讲错了啊、我拿着给你看啊，对对对，刚才收到的啊，麻醉风暴二呢9月9号会在公视首播，每周6的晚上9点，9月10号每周日八大戏剧台晚上8点到10点播2集，没看到的没关系，八大综合台晚上10点一样也会播2集，希望大家可以准时收看，谢谢。OK， 大家一定要支持《麻醉风暴二》，谢谢李国毅，谢谢。十月份出席精品活动，一袭紫色洋装，茶都要开到天边了，简直就是辣翻天。近期李玉芬主演的偶像剧引起热烈好评，可是像以前不看好她的人，证明了自己的演技。我觉得是一个蛮开心的，大家路上都会叫我啾啾。对，玩游戏那个昵称就是上面有聊天室，你会说啾姐好，这是。代表就是大家对这个角色其实是有一定的喜欢跟肯定，角色让人印象深刻，让李玉芬超开心的，毕竟剧中可是完全把偶包丢掉啦，但对他而言最难的是撒娇的戏啊，你说那些凶啊骂啊酒后就是会很粗鲁的一些夸张动作，其实有部分是本色演出，尤其我对我的闺蜜撒娇，对我就会有一点要想一下怎么样才不会恶心，因为我觉得娃娃音可能我真的做不到，所以我就用那种有点像那个土拨鼠的声音，那种迪士尼那个土拨鼠，对，花栗鼠，花栗鼠，就是那个当哦，慢动作一起那种那种低音的歌，我们声音大要小。另外，莫允文也参与了这次活动，看似保守的礼服，胸前可是暗藏玄机。今年他也以《梦里的一千道墙》突破演技。谈到月底即将来到的金钟，莫允文也表示最看好这位拿下视后。我自己印象最深刻的是直剧场的土迷杨丞琳演的实在是太棒了，因为我记得那时候土迷在播的时候我在大陆拍戏，然后那一部戏几乎是陪伴了我每个礼拜五晚上下戏回家后的空虚在饭店里面的时光，我觉得杨丞琳好棒。唱的